一集团拆盒。拆盒。给我来呀。来呀。死去的又活过来，这让人该如何哀悼呢？我跟你们玩的游戏真的太难了，跟你们玩一个脑袋这缺根弦儿。那一个小丑学个 W 能有个屁战斗力，我们家两个 ADC 加个剑圣不打死他们，有个泰坦有个屁用，这把傻的真是生气，说话也不听。来你不去人家跑过来了你咋办，两个傻的。哎呀，真傻，真让人生气，骂他们。我曾经认识到你死亡的地方。扣一下。我现在知道我错了。我是来杀尸鬼的，顺手一点，点扣，啪啪，点一下，点，点。斜着点，我在哪里对抗王？这泰坦确实不好杀呀。还有四十秒开奖啊，直播间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现在是三分之一的中奖概率啊，中奖概率还可以，一上来啪啪扣，碰上一个混子上单泰坦，点扣一下，啪啪啪，可是难杀了的。谢谢赖纳和瓜皮。真混呢。真是混呢。真难杀呀，让他勾我们没事，只要小丑别来就行，小丑来了稍微有点危险。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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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啪一啪啪打死了，可以不闪了，闪现浪费，这波泰坦闪现钩非常 beautiful， 没有他的闪现钩就没有我们的人头。好，我够一个箭袋了，挺好。扣啪啪，啪拔不了，啪啪一啪啪，
想要杀掉已死的东西，需要的是圣体的交换。抽一下，好吧。爬爬了，爬爬一，爬爬扣，爬爬。哎，这他妈谁给我大招不是智能施法？我操了，真是！哎呦我的天哪，真是头都炸了。我给忘了玩什么英雄给调没了，玩潘森啊，哎呦天哪，我们点一下大招没出来，一开始人的本性不会改变，我必须这么想。陈子凡还好借口，你是瞎呀，你是不是瞎，凭什么你一个瞎能知道字儿怎么打，为什么你看不见我刚才那大招的范围都出来了，我想 NR 他没出来，凭什么现在瞎子会打字儿，我给你申请一个吉尼斯。勾啥呢？常年时间到了，我从来不找借口，我这人真的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不把一说成二，不把二说成一。操！不打了，真令人生气。我出海妖，我不出那个盾弓。枪不离手，就永远不需要拔枪。幸福是他们的，我最大的渴望。还反正都是混，出啥都一样。咱先不谈论我操作到底怎么样。首先，小丑来了两波，剑圣来没来过？没来过。在剑圣没来的情况下，我63刀，对面泰坦46刀，我还杀了他一把，这是事实吧？我姑且算你啊，是开玩笑的，小伙子，怎么就混了呢？尽头只有一片虚无。Enemy rampage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. 我压那么深。我可以压得深，他可以抓我，我没有说他不能抓我，我说了他可以抓我，我只是问剑圣来没来过，没来过，小丑来没来过，来两波，泰坦有没有优势，没有，这还不够，那你觉得还怎么样呢？我得10分钟杀他100遍能算是厉害的？
暗示打不爆。我选这个牺牲了我们家一个打团的坦克位。那打野咋不选坦克位呢？那辅助咋不选坦克位呢？为啥上单就必须得是坦克位？上单就不能是一个半战士吗？谁规定的上单就必须得是坦克位呀？我牺不牺牲坦克位？我们曾经拥有的依然，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我能感觉到，小丑，又装小丑啊！又装小丑。我想回忆起他从前的样子，或许还是忘记更好。我告诉你，打野来不来，没有他想不想来，不是没有想，没有他好不好抓，只有他想不想来。哎呦我操！哎呀，怎样也难受。打野如果想来，什么位置他都能来，只是他不想来而已。还好我们家也不属于是全 AD， 还可以接受吧。这把也好打，就对面沙米拉比起来就可以了。那小丑出的破右装没有用，越往后打越没用。枪分两头，一对一错，我可不想站在错的位置上。为啥不出眼泪？不用蓝够，我有气定神闲，外加出个西兰岛，不用。
ally has been slain.有点烦呢，这小丑啊！还行啊，队友打赢了。我们现在就慢慢带，多发育发育。多补补刀，看什么时候混两个人头。这波可以打，一上来啪啪 Q 啪啪，啪啪，这个是真的，啪 Q 一八八六啪啪，啪 Q 啪啪一啪啪，哎呦我，不打了，那沙米拉不一定能打得过，我们俩没有技能，你给我来两口行不行？能不能上一波我的身？八八六。啪啪哭，啪啪啪啪啪啪一，啪啪哭，硬送啊！往我身上来，给我加血，啪 W， 减速，啪啪一，啪啪，不应该追了，其实，但是算了，打死一个得了。不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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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再追了，不能再追了，不能再追了，一定不能再追了，别打了，不能再追了，快走，不能再追了。刚才我就知道不能再追了，但是不行，这泰坦我必须杀他一把，我受不了，我受不了这刺激。还行，哎，帮一帮一下剑圣啊，帮一下剑圣，杀一个就全死，漂亮。这个是假的，小丑呢？这。猫也死，快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！别在那讨论压线放没放过针眼，你在那说你妈的，谁跟你在那讨论呢？你说没完没了的，快点疯了吧！哎，真受不了！我打到十九分钟了都，都还在那说十分钟时候的事儿，像个傻逼一样。你跟谁犟呢？你有毛病是吧？谁乐意理你呀、啊？真的纯是脑瘫，像脑瘫一样。都懒得理你都这么长时间没跟你说话了，还在那叨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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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叨，一直在那说。我要去的地方没有药物。嗯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怎么的呀，这小丑？没队友啊，这也快跑一走！这，我的天哪，人呢？
他给来一口。那剑圣让人追，最后变成我被追了。那五四个人跟我们家塔前，我们家塔下没有人。哎呦天哪！出个什么呢？来个卧地续印吧。这剑圣说句实话，属实是不知道在干啥。带线吧，也带不出来名声；团战吧，也不来参与。打野吧也不抓人，哎呀我的天，本来俺们家就缺前排，那塔下还不跑过来团来，还跑过去带线儿。你这波直接把他们家二塔拆了，你说是不是也行？也不拆个塔，哎，推一半不推了，然后这高地也没了。我不是开始喷人了，我在说事实，别说我别的，我在说事实。我有一句话说错了，你可以跟我纠正。我说剑圣很牛逼，剑圣杀的人特别的多，剑圣这把有干克，剑圣能抢下来大龙，你可以这么说兄弟，对吗？你可以反驳我，但你别说我又开始喷人了。你要觉得我说的不对，你可以反驳我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是对的，你把对的说出来，你得让我信服。你那就会那一句，哎，开始喷人了，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我和剑圣一个作用，那我就比剑圣好一点，因为我被人干开了，他一个人跟人打也没打过，啊，人家有干开他没干开，我最起码没让这泰坦起来吧。你要说真是我让这泰坦压的都不行了，哎，人家小丑无限抓我，我们泰坦也打不过。哎，这现在泰坦谁也打不动，三四件装备那也行，你说两句对不对？也都可以。啊，队友菜行了吧？那本来就他菜呀，这不原本就有的事儿呢吗？我们守塔，他推线，
我也不守了，对吗？我也不守了，我守它干嘛？本来就是剑圣差，有什么好说的呢？我说两句不行就不行，哎，就是不行，剑圣就不能说，剑圣都是你爹。守个屁，这高地换高地有什么好守的？别别别，小丑！哎呀，假小丑。巴米拉呀，可以，还让我道歉，为啥好道歉呢？玩的不错，那就夸两句呗。打的不错，有啥好道歉的呢？他前期如果能起来，他前期如果能帮我抓，有这些屁事儿，我们还用打到28分钟？我有什么好跟他道歉的？我跟他道什么歉？前期啥也写不来，线上一点没帮，大龙被抢，小龙被抢，啊，小龙没被抢，大龙被抢，然后收割一波，我就得给他道歉。天哪！我这辈子最勇敢的一件事，这波得回家，这波不回家，基地要爆炸。杀完一波人，然后送去了，啊，拿点优势就开始送死，死完以后，这回咋不让我跟他道歉呢？基地差点爆炸，啊，死完他死完以后，我们家基地差点没了啊。大龙，小龙，大小龙，大小龙，你小的。收波线回家，我得来个秒表。这把剑圣唯一做的好的事就是他小龙拿的多，
他拿了三条小龙，让我们家成功的能拖到后期，否则后期是拖不到的。没有人能去偷塔，不用守，快点来推中。这波马上复活了，守个屁呀，就十秒钟。他们家谁能偷？没有人能偷。啪啪扣，一啪啪打不了，啪啪点烟扣啪啪，一啪啪啪扣，打不了一。叮，哎呀，叮的真慢呐。我按钉了，但是钉没钉出来。